大家速战速决，小心点啊！知道了。来，乔薇，我来帮你。谢谢。太好了。什么？还没有找到郝政委啊？是啊，最后看见郝政委的通知说，郝政委和他的警备员朝雪狼谷的方向撤离了。雪狼谷方向？那是连德奎的地盘啊。是啊，要是郝政委落到连德奎的手里，连德奎势必会把他交给日本人。钟明，咱们还得找，咱们一定要找到郝政委啊。泥鳅，去吧。怎么样了？好多了。八路军演练队的。我叫郝国正，是条汉子。梁老大，我们见过面。见过。在哪儿？在白马镇救赵四海的时候。小犊子是你救的？是。他现在在我们那儿。那就好，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还有很多事儿，我得离开这儿。行，我会尽快安排你下山，好好养伤。小金，蔷薇，哎，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看这两天没什么事儿，我哪天去买菜做饭，咱俩一块儿吃。好啊。啊，今天晚上不行，今天晚上我要去几个学生家了解一下情况。啊，没关系，你先忙，你哪天有空都行。好。啊，这些都是我平时看的书。这么多书，我能看看吗？当然可以，你可以随便看。啊，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好。哎呀，大哥，郝国正是共产党，他不宜在山寨久留。我也想到了。可日本人在山下设了封锁线，现在送他下山，不是自投罗网？他自己是下不了山，但我们得想办法送他下山。我有主意了，跟我来。什么？大哥要结婚了？立马操办啊！要我家这夫人了。哟，这不又少了一个好男人吗？恭喜大哥！恭喜大哥！恭喜大哥！大爷，明天你接新娘子，你怎么亲自去啊？哪儿那么多废话？东哥，哎，明白了吗？放心吧，大哥。哎，快点准备。哎，掌柜的，你说大哥都要结婚了，咱们是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会有那么一天的，等着吧。他答应结婚了，这个臭小子这回怎么这么痛快？嗨，爹，这是好事儿，你不一直盼着我哥结婚吗？他一直跟我拖三拖四的，这回答应了，我还有点怀疑呢。爹，你还不知道我哥这脾气，谁知道他想啥呢？行了，去通知亲家吧。哎，什么？真有这事儿？对，是真事儿。弟兄们亲眼看到山上张灯结彩，大贴喜字。他连德奎怎么突然想要结婚了呢？嗨，他讨个压寨夫人，那有什么稀奇的？你懂个屁！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这两天一定要给我多加派人手，严密监视每个哨卡，一旦发现情况，立即向我报告。哎，是。大哥，来这儿吧。回唱。妹妹，你倚着那个大门口，老三郎啊，心儿跳得快，不见我那个小妹妹，哥哥我心里急得慌，啊，我心里急得慌，哎，鬼哥，怎么样？正不正？嗯，挺好。再往这边一点。哎，女人就是比男人强。哎，这个靠这儿，快点啊！快点，快点！你看啊，这野狼帮让你这么一布置，还真有点结婚的意思。那当然了，鬼哥，你也不看看谁弄的，火鸡培香，弄这种事儿太简单了。哎，你说金老板，咱们怎么能够想点办法给大哥个惊喜呢？连司令大婚，恭喜恭喜！废他妈什么话呀？知道我们老大结婚还不让开？在下也是奉上级命令，例行公事。哎哎哎！哎！老子今天大喜，你敢扫老子的兴，老子毙了你！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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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行！放行！弟兄们，走走！驾！老二，新娘子准备怎么样了？人家早就准备好了。那接亲队怎么还没来啊？不知道啊！你看你这个窝囊劲儿，再去看看去。花轿来了，花轿来了，爹来了，来了，爹新娘来了，老爷子，人呢？什么人啊？新娘子啊，老爷子，早就在屋里等着了，德奎怎么没来啊？我大哥有事儿，我们都一样。对对对。我们兄弟代表了，请人吧，请人吧。老二，去。新郎呢？新郎去。快点啊，兄弟！哎，怎么回事啊？新郎呢？嫂子，来了来了。哦，新娘子出来了。六哥，这样不好吧？哎呀，什么？张飞上轿喽！上轿喽！上轿！老八路，就送到这儿了，后会有期。谢连老大。什么连老大？你们八路军敢抄家伙跟鬼子死磕，我不行，甘拜下风。在江湖上，你们才是真正的老大。袁老大是条汉子，以后从我地盘经过，打声招呼，保证让弟兄们给你们放开大路，开空枪。好了，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嫂子，你怎么就想不开呢？是不是？
你说我们军师是多好的一个人啊，又有钱又有文化，对女人还体贴。你要是跟着我们军师，那是吃香的喝辣的，总比你在这荒郊野外的强吧？啊，你说呢，嫂子？同意了。带走。诸位兄弟们，今天是我们野狼帮大喜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野狼帮大掌柜连德奎大婚的日子。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大哥，哎，大哥，你怎么出来了？我跟弟兄们说两句。弟兄们，今天是我们野狼帮大喜的日子，不错。可新郎官不是我连德奎，是我们的军师鬼算子。大哥，这边哎，弟兄们，鬼算子为野狼帮立下汗马功劳，应不应该给他找个媳妇儿啊？应该，太应该了！这来来来，给新郎官换衣裳。哎，快快快快！哎呀，兄弟，弟兄们，今后你们遇到称心的娘们儿啊，跟大哥说，我连德奎一样为你们做主，好不好？让我看看，有点新郎官的样子啊！带新娘，新娘子来喽！来来来，看清楚了，就是你的娘们儿啊！大哥，来来来，来一拜天地，天地，二拜高堂，不对，您等一下，夫妻对拜。先别急啊，兄弟们，先别走啊！大哥，不是双喜，是三喜。哪来的三喜啊？兄弟们，今天当着大哥的面和大伙的面，我蓝小手蓝公爵向大家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要正式向姬掌柜求婚。哎呦！你看这下面什么热闹啊！大哥，啊，我跟掌柜的这么多年，感情太深了。掌柜的懂我，我也懂掌柜的。今天趁着大喜的日子，大哥就给我做个主吧。我说真的，求婚的，哼，哎呀，你这花倒是不错，我收了。哎，要不改明儿啊，我给你找一个漂亮的大姑娘。我不要，我就喜欢你。这么多年了，等的就是今天。兄弟们，今天给我做个证，我蓝小手这辈子非掌柜的不娶。
慢慢来。大哥，老鬼的婚事办完了，你也该入洞房了。我入什么洞房？你媳妇还在屋里等着你呢。但是为了送好过证，把她送回去。哎，嫁出去的媳妇泼出去的水，你好歹得见见人家。我连看都没看，怎么能叫泼出去的水呢？送回去，让他陪我爹。去啊！好嘞。别愣着了，开水开喝。喝酒去了。不管你相不相信，我真的不知道今天这个事儿。但你也别怨我那帮兄弟了，他们是为了我好，他们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就是做的有点快。大哥，忙，特意让我把小嫂子送回来，伺候你老人家的。早晨起来把人家接走的，现在就送回来，他要干什么？不行，我要找他去。哎，老爷子，我也是奉命行事。再有，我们大哥说了，只要有空就回来看小嫂子，回来看您。这让人家薛姑娘今后怎么去见人呢？这个狼崽子，我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哎，老爷子，老爷子！爹，我愿意留下来，我愿意留下来照顾你。当初是我自愿嫁给德奎的，不管怎么说，我都是您的儿媳妇儿，以后就让我照顾您吧。四海，四海，你看谁来了？政委，您可回来了，我们都急死了。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政委，您喝水。您让我们撤，自己一个人留在那儿，这要出点什么事儿，你说让我们？让大部队撤是对的，我福大命大。你后来是怎么脱的险啊？有人救了我。谁呀？连德奎。他？日本人和皇协军封锁了所有的必经之路，是他想办法救我脱险的。可他。
他跟我们素无瓜葛，他怎么会？杨正杀邪，英雄掠头啊！你就是个饭桶，你那双鼠眼就真看清楚了。他连德奎就是下山迎亲去了，你就没看出点破绽来？团座，小的眼睛虽小，可小的认真办事儿啊！我真的仔细看过了，真的没有看出什么蹊跷。看什么呀你？他连德奎是干什么的呀？他是干镖局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那都是他的拿手戏。那照您这么说，郝国正真的让他们给弄走了？你说呢？这方圆几百里，谁还有他那个能耐呀？你说你，是属下知错，可这事儿不能声张啊。如果万一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也不好办呐。哼，你个连德奎，我早晚有一天我得灭了你。对，灭了他。团座，小的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行，别拽了，有屁快放。那你还担心什么呢？不就一个共产党吗？跑了就跑了，那姓蒋的在乎他，可他姓蒋的管不了咱们呢。您呢，消消气儿，先消消气儿。你懂个屁！他连德奎要是真的投靠了共产党，我日子不好过，你他娘的也到头了。是。真心的呀，傻弟弟，我懂你。大哥，我把你媳妇送回连家庄了。你爹可气得够呛，我爹也是，小鬼子没赶跑，娶他们媳妇。你甭蒙我，你心里是放不下那个赵大小姐赵子样，可他人都死了。我跟弟兄们喝点去，啊，大哥。第二杯，我替我那些兄弟们向你赔不是了，你别怨他们。
这杯酒是为我自己。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我老婆让日本人害死了，但有句话我一直没说，你长得特别像我老婆。就我本意而言，我特别的希望你上山。当然了，你如果不愿意的话，我现在就让兄弟送你下山。你现在想明白了，你们把我抢上蓝塘也败了，你让我下山还怎么见人呢？你让我以后还怎么活呀？那你的意思是，从此以后你不能碰我，这么说，是有人跟踪你了？对，所以，我下午才麻烦你帮我送一下消息。陈教授，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是教授啊。你没跟我说实话，其实很早我就开始注意你了。是吗？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很神秘。有什么神秘的？你是地下党。你放心，你救过我的命，你是我的恩人，我只是想报恩。那我就实话告诉你，我是一个爱国者。现如今天下大乱，作为一个读书人，总不能在这儿当书呆子吧？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看不惯的我就要管。我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但是大家团结起来，这个力量是无限的。蔷薇，以后你也参加我们的行动吧。下山了，好，大眼儿，
给六哥倒杯酒。小手。我这刚一下山，你怎么就跟来了？掌柜的，你离开我时间一个时辰，小手我这浑身都不舒服。哼，臭贫！大哥知道你来找我吗？大哥当然知道。大哥见你下山不放心，特意放我3天假，让我过来陪你。我说六弟呀，你什么时候能好好的叫我一声五姐呀？咱们现在好歹也是野狼帮的兄弟了。你总是掌柜的，掌柜的。是，咱们是结义弟兄，可是，在小手心里，叫你掌柜最舒服。嗯。有句话你听过没有？真的喜欢一个人，不会因为他的态度而改变。小手对你的心，就永远不会变。哼，行了，我的亲弟还贫，干活。哎，掌柜的，刚才回来的路上。我看见一架日本飞机，嗖的一下扎大漠里，咚就炸了。这说不定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咱们过去看看。哼，小日本的飞机哪有什么好东西啊？我看这回小日本折腾不了几天了，早晚得让苏联人给收了。苏联人？那雪狼谷是连德奎的地盘，我们和他有互不侵犯的协议。如果我们公然带兵进入雪狼谷，那恐怕就会引起冲突啊！很冲突吗？现在是大日本皇军生死存亡之际，武指一旦落到敌方手里，我们就危在旦夕了。爷弟，明白吗？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你明白个屁！还不走！政委，延安方面发来急电，一架搭载日本高级工程师的飞机在途经内蒙古的时候被俄国友军击落，飞机上有重要的日本防御工事图，军部要求我们马上派人去寻找飞机残骸。在什么地方？在雪狼谷附近。派侦察员过去。是。快里边请，袍子倒杯水。好嘞，水喝吧。哎呦，放心，我们可都是良民，良民。我们这儿都归宫川大佐管辖，跟他很熟，都是老交情。不然，我带你去找他。不。小手，干什么呀？怎么了？帮规，鬼子戴眼镜，气啥呀？急什么？哼，这个日本人应该来头不小。哟，背着这个多沉呢，我来帮你保管。哎，好，你先休息，先休息。猴子，拿碗面。皇军，
你要多吃一点。九路呢，我告诉你，老子是野狼帮的，端杀你们小鬼子。不过你运气不错，你妥了，我只会把你剁成肉酱包包子吃。别杀我，我只是一个土木工程师啊。什么土木积木，我抛开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我看你还是先上山通知大哥一声。哎呀，杀个小鬼子还要通知大哥吗？我说的是这张图。这张图要是藏宝图，先通知大哥，对吧？你说呢？我看你真心系大哥呀。废话，你不是野狼帮的兄弟啊？我当然是野狼帮兄弟，我当然想着大哥了。可是你想啊，如果他真是藏宝图，咱先拿了这笔钱，把别人间重新翻新一下，像洋人宫殿一样，到那时候再把兄弟们请过来，那多风光，那也是偷工一件啊。然后，你把剩的私吞。掌柜的，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呢？你这想法……你被解雇了。掌柜的，我是跟你开玩笑呢，啊！少废话，说人怎么办？小鬼子！哎，我说，你说宫川这个老鬼，这都什么时候了，让我们进连德奎的地盘，还找什么飞机？腾哥，恕属下直言，日本人气数已尽，听说老美已经快打到他们本土了，属下认为咱们也应该早做打算了。看，他们回来了。报告腾哥，发现飞机残骸了吗？发现了。还有没有活着的？没有。走。报告团座，我在回来的路上发现降落伞，根据足迹所去的方向，他们有可能去了连德奎别云间的方向。别云间，过去看看。走。张团长，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来我别云间不光是为了喝酒吧？副官，跟姬老板说说，咱们到大漠来干什么？老板娘，我们张团长想吃野味了，就带我们兄弟出来打野味儿。正好碰见一只沙兔，我们追着追着就追到大漠了。哎呦！那你也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啊，不就是只兔子吗？张团长，您只要说一声，我让伙计马上给你打些野味儿。哼，听姬老板说话的意思，好像是在笑我们弟兄们无能。哎呦，我可不敢不敢，我齐白香哪有这本事啊？张团长，你可太抬举我了。慌什么？一只耗子，用不着那么紧张。把枪都放下。这是打哪出啊？张团长，刚才你还说是一家人呢，怎么就摆出这阵势啊？哎呀，张某此来别无他意，只是想同姬老板还有蓝少尉喝杯酒。过去张某与野狼帮种种误会，皆受过于日本人，实属无奈啊。好啊，张团长既然都说了，那么这酒一定得喝。不过我和掌柜的恐怕做不了那帮兄弟的主。再者说，您张团长大驾光临我们小店，我们恐怕没这个资格陪您喝这个酒吧。不过您放心，我已经让兄弟去放狼烟了，
我们大哥马上就到，亲自来陪您喝酒。你小子吓唬谁呢？刘德凯，我赌你不干。你，哎，都说了是自己人，去，上外面去等着我去。来，张团长，接着喝酒。你们两个快把狼烟给我灭了，快！季掌柜，我看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我也就不烦扰二位，不过还请二位转告连老大，改日我再来陪他喝酒。告辞。